就我们请教会代表教务陈文聪弟兄。好，这边啊，好，各位门徒、教会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早安。感谢神啊，今天是安息生日早上，是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聚会啊，年末岁末的感恩聚会，还有我们的敬老会，还有我们的欢迎传道的一个聚会哈。那感谢主啊，看到我们很多教会弟兄姐妹带着非常愉悦的心情来到神的殿里面年长者也是我们的长辈人数越来越多哈。我们今年度被敬老的那又增加了不知道三位还是两位哈。那所以我们发觉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那有的弟兄姐妹还不愿意被敬老啊，因为还觉得还很年轻呢。但是年纪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被敬老的这个我们芦洲教会被敬老的这个年纪哈。跟大家做这样简短的致辞。非常谢谢大家，愿神祝福我们芦洲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平安福气都能够领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一切的荣耀尊贵全体都能够归于天上的真神。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各位早知传道弟兄姐妹平安。那感谢神哦，那小弟有这个机会，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来在这边说一些感谢的话。那也要首先，欢迎我们传道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跟我们一同学习，啊，借他的道理来继续的勉励我们。出你路都有神的看顾，支持道子，愿意请要归于天上的真神。这个政府我们迟早会迈入的，但是我们也不要难过是一个另一个圣工，另一个信仰的一个重新开始，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好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圣工不断的努力进行。那在这也代表所有长青的一个成员来欢迎我们新祝福的传道，他也是一来芦洲就被点名是一个新生的阿贝尔，那非常的感谢主，来到芦洲被称为阿贝尔，这是一个恩典，也是他的荣耀，也是能够亲自带领他在芦洲祝福的工作，使芦洲教会真正能够兴旺。虽然是阿贝很多，但是我们的心永远是一个年轻人。哈利路亚，荣耀归主，阿门。在此奉主圣名来说彼此互相勉励的话在旧的一年有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在特别的日子我们领受了主耶稣特别的恩典，今天是神所祝福的安息圣日，那我们三合一有我们岁末感恩的聚会，还有我们的敬老会，还有欢迎传道，所以说倍感温馨。那第二个这边提到提到说身体的健康身体的健壮，我们请翻开诗篇128篇，跟他讲你要叫帅哥，你叫帅哥，我说我就回头结果看到我的时候他不叫阿贝了，所以来到芦洲来到芦洲报道就发现到被点名的，我们总部一直在问我说传道你几年次啊，我说你为什么要问我几年次呢，他说你来那60岁是要敬老的，哇我那个心里过来都说呢那我已经是被敬老的人那虽然是有百般的不厌那可是呢从圣经来发现到说那是一个成长，那是一个什么圣工，一个领域更希望期望呢我们年长者那我们给我们的孩子看到什么，看到信仰我们信仰是能发起的，叶子非常茂盛，
可以结出信仰的果子，也让我们晚辈可以看得到呢，追随我们的信仰的脚步，也期盼我们龙州教会老干新知，虽然是老的教会，可是呢，我们可以我们新知结出怎么样啊？就是呢，长出呢茂盛的叶子，结出累累的果子，愿一切荣耀归天上耶稣基督，阿门。Agibus palaisili pelakanti tanah milukku
Oh,
感谢天上的真神。感谢神，赐我救主。